大银行看到李亚明，欢迎玉玺。哎，江哥好，各位媒体大哥大姐、贵宾们、董事长、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玉玺。Yeah， 太棒了，你又回到电影圈，这次什么感觉？其实就是蛮紧张的，因为就是第一次演电影的男主角这样子，所以压力还蛮大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昨天睡得好吗？其实就是因为今天有点感冒，对，先鼻音比较重，比较性感一点。哎呦，对，自己说，你还不够性感，邓安妮大哥更性感，整个人牙到不行，好不好？好辛苦，要保重身体。不会，宣传太累了，是不是？也不是不是，就自己的问题啦。棉被没盖好吧？哦，裸睡吗？你都习惯了？没有，我穿很多睡。那也有病啊，就昨天那么热，你有事吗？你热感冒好，保重身体哦，宣传期了很重要。接下来是我们女主角来，雨儿也跟大家问好。江哥